现在这个样子才真的像个 loser。 我看他真的是瞎了眼了。不要在我面前再提到苏欣，我最痛恨的就是别人在我面前提到苏欣，把我给他放在一起。苏欣的名字确实不应该跟你放在一起，因为你不配。秦月，我这么跟你说吧，我师兄的成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，他能有今天的成就，他这一路走来吃了多少苦，遭受多少非议，是你和我想都想象不到的。 你看他什么时候退缩过？他什么时候哭哭啼啼的跟个懦夫一样？没有人告诉过你这条路好走，你要是撑不下去，就趁早放弃，别在这儿给我装疯卖醉，真的很丢人。